我今天把各位大臣召到这儿来，就是想向你们宣布一下我的继承者，将由卡索和殷空氏来共同竞争。 无论我是谁，我都不会再让任雪成的一切把你困住。我想给你的，一定会做到。我们将秉持先祖舍弥赋予我们的权利，毁掉不适人的继承者。让卡索和士各自带领愿意效忠他们的各族首领与能手。 分成两队，进行攻势，胜者为王。我不可以让士被杀，这不该是士的命运。我是三界的。 英空氏，你六亲不认，心狠手辣。你最像我，你果然是我们火族的王子。我的未婚妻是黎洛，我娶了你吧。你，哥，我只能给你抵抗未来命运的力量了。